我对环保是很执着，因为我们家师姐在民国100年的时候肺部罹患这个癌症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空气、饮水跟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病变。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注重这个环境的话，将来我们环境势必会越来越恶化，人类的病痛应该会越来越多。过来是你病的了。哎，对对，我哋今日点点啊？因为自从我们家师姐哈，她这个肺部的功能比较不好以后哈，我一想说，哎，这个厨房的油烟总是比较多了，所以想说我们家师姐说，哎，这个煮饭的部分、炒菜的部分哈，由我来承担。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，不可以尿尿哦。走路持续以后，那上人常讲，都要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。我以前哦，阿妈讲要看起来手上已经旧了。以前出门的话，他不曾牵我的手，走路走得很快，我都跟不上。那现在他都慢慢的走，牵我的手这样走。当然我们是想在心里的，那现在就会现在出门哈，那哪个看起来啦，过马路啥的，那哪个看起来。互相体贴，互相尊重。